截止八月八日二十四时，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，新增出院病例五例，累计确诊病例九十二例，住院病例七十九例，其中轻型病例十一例，普通型病例六十七例，重型病例一例。海洋海鲜公司员工三十四例，海洋海鲜公司员工的接触者十二例，大连湾街道的居民十六例，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十七例。所有病例均在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集中隔离治疗，目前病情稳定，无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，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出院三例，正在实施医学观察的本地无症状感染者十八例，其中海洋海鲜公司员工八例，海洋海鲜公司员工的接触者五例，大连湾街道的居民六例，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接三例。